Hello， 姐妹们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既有营养又非常好吃的五香核桃。大家想打开，看那小箱，这一小箱9.9块，里边是四包，然后是五香口味的。打开，看里边是这样的，一袋，两袋，三袋，四袋。我这些就是四袋的，然后给你看配，大家看一下里边，它这个一袋里是4-5个左右，你看这都是整颗的。这个核桃特别香，它是五香味的，因为咱们原味的核桃都不爱吃，小孩啊老人呢，这个都能吃，而且还特别好吃。看，这是打开的，给我打开的，它没有那种小碎核桃，它都是整个的。看，打开的是这样的，得两半。五香口味的，看这都是打开的，这属于一个小福利啊！9.9给你们发一箱，你收到就是这样式的，9.9一小箱。平时不怎么像我就不爱吃那种原味的，因为它一点味儿都没有，不爱吃。但是我这脑袋吧还需要补补，所以我发现这款小零食挺不错呀，既能补脑还好吃。